请问是否可以为亡者做三皈依？应如何做三皈依？亡者才能得利益？跟亡者做佛事，能不能得利益呢？全在自己的真诚心。你自己一分真诚，他得一分利益；两分真诚，他得两分利益。十分真诚，他得十分利益。可是《地藏经》上，佛告诉我们，我们为亡人做超度佛事，实际上呢，七分他所能得到的利益是七分之一，七分之六啊，是做功德的人他得到。所以在一般这个超度佛事，你看都要请七位法师去做。七位法师做的时候，他只能得一分。这个是真的，真诚心去做，他的一分里头的圆满的。如果心不真诚呢，他的一分里头还有欠缺。这个道理啊，要知道，所以给亡人做佛事，最好是自己做，自己不会做，请法师做，自己跟着法师一起做。这个效果就大，让法师带你走。